怎么样？我的海报做得不错吧？哦，我也要加油了，一定要让学弟妹好好体会女鬼桥的恐怖。祝愿远程通。 大天，啊！学姐，你不要突然讲话了，我快吓死了。我还以为是那个。哪个？哎呦，就那个嘛。 对了，学姐，你等一下走仪式，要不要念个金宝瓶啊？不用了，没关系。我没办法念。哦，学姐不信这个，好吧，那我自己念。我这边啊，都准备好了，到时候你别雷哦。学长，我才怕你雷我嘞。靠！ 学姐，你刚刚应该没有听到什么不该听的吧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好了啦，学长，你再问下去，本来不知道都要知道了。抱歉，又要委屈你了。好了，别说这些，等一下被听到。 怎么了吗？学姐，你来了，刚好5分钟，算得真准。你要是准备好的话，就先去椅子上坐着，准备开始预演。所以。 准备好了吗？嗯。
哎，学长，我还是觉得不太好了。怎么了吗？哎，就这里感觉很阴啊，我们在这里搞这些，会不会得罪这些好兄弟啊？可是，不然换我来摇铃铛吧。谢谢学长，谢谢学长。哇靠，学姐怎么都不怕，太猛了吧！安静，开始了。学姐，预演还在进行中，请你不要分心。要是回头了怎么办？怎么，你担心我？放心，我很熟流程的，跟你开个玩笑而已。继续喽。可能啊，你太奇怪了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学姐，原谅我吧。学姐，哎，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没想到学姐反应会这么大。你装干嘛那么逼真呢、啊？难怪学姐会被你吓到。哎，说逼真的是你，现在要嫌我太逼真，学长你很难搞哎。林恩。学姐，对不起啦，都是我的错。奇怪，当天跑去哪儿？胆小鬼，不知道躲哪去了，快去找他吧。学姐，没事了，我跟上。Thank you.
学弟，学姐，这个是你的吧？学姐，你人也太好了吧？学长人也很好。切，哎，看你心情好很多了嘛。好啦，不闹你了，差不多该开检讨会议喽。嗯。哦，对了。学姐，你要的资料都已经印好了，就放在那边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准备一下。我在想，等一下正式的时候，要不要加入数楼梯？啊？学姐，你认真？对啊。不行，出事了谁负责？学校很勉强才同意我们办在女鬼桥。你们不是一直想要赢文华吗？不是这个问题。要不然是什么问题？好好好好，你们两个好了啦。可是学姐，你刚刚不是被林恩吓到吗？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胆？是这样没错，不过效果很好啊，对吧？可是不好吧？对啊，够刺激才够真实，够真实才够吸引人，对吧？哦，
对啊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这么办。等一下十二点准时加开直播，就知道宣传效果怎么样了。如果反应不够好，我就退出营队，不干涉你们怎么做了。好，大家呢？都没有意见吧？哎，等等，可是等一下的仪式谁要走啊？又是学姐吗？我提议我要学长。赞成。赞成。靠，为什么是我啊？我也赞成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等一下11:50桥上集合。哎，学长不要赖皮哦，加油。文耀，加油。哎，阿全，你不是不怕吗？不然你替我走嘛，拜托了，拜托。学姐，嗯，等一下的直播可以麻烦你吗？阿全之前说他那边的摄影机好像故障了。嗯，好，那我要先回宿舍准备一下，晚点见。刚刚那样文耀不会生气吧？晚点请他喝杯饮料就没事了。哦，好啊，等营队结束，庆功宴吃什么也给他决定。庆功宴呢？怎么了？还是你有指定想吃的餐厅？没有没有，给大家决定吧，我吃什么都差不多。学长，我再给你护身符，我阿嬷给我很多。有我多吗？ 哇，学长你这超厉害的，早就知道会被你们整了。嘿，学长，你要是这么怕的话，躲到我背后也行，我背啊就你口啦。什么意思啊？不过你这么多护身符不会护冲哦。学长，其实后同神明的还可以啦，可是不同神明还是尽量不要比较好。像我以前我也跟你一样到处求啊，结果后来也没什么用，我被我阿嬷骂了一顿呢，后来我就只带这个。管公可以给他家务哎哦，我带了之后就看不到那些好兄弟。那你刚刚是在怕什么？
贩卖机学长原来是真的。对了，直播功能也要测试一下。这是那时候拍的影片。其实啊，最近他都不理我了，是因为那个小三吗？他说我现在越来越奇怪，不像他当初认识的那一个温柔很可爱的学姐。你们说这是我的错吗？我只是想要他爱我而已。他一点都不懂我。不懂我的痛苦。还有孤单。Yeah.